所张翠娇女士今年70岁，甲翁婿结婚有50几年，伊有两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。大汉后生是台主教律师第一上班，第二后生从事农业工会，大汉查某囝从事贸易公司担任组长的职务。后生查某囝家庭幸福，生活美满，早年生活困苦，家境善嫁，苏张翠娇女士日头阿妈某两个以农为业，认真工作，辛苦换家，日头出来就工作，日头落山才休困，骨力打拼，十足发挥牛的精神，辛苦来经营这个家庭，对子女教育耐心教导，比以身作则代替领导。乐观进取，奋发向上，鼓励子女养成积极的人生观，好后生查某囝有健全的人格，泰然成群，敦亲睦邻，对整理的公益活动热心参与，搁定定关心老人，乐意助人。苏张翠娇女士善良的行为，堪为邻里模范，受到600村的推荐，当选模范母亲，接受表扬，恭喜苏张翠娇女士。我们好了没有？哦，大家热烈的，来，掌声报告你，与秘密乡长请上纪念品。很温馨的情景吧，来，请大家热烈掌声鼓励。有人好吗？来，邀请乡民代表主席李宗茂主席进场。到时候你知道怎么了？来，邀请农民代表会代表党县文代表。进上第二名，大家同意了吗？同意，请热烈掌声鼓励。好吗？同意，邀请龙尾中大叔、李立荣中大叔进上第二名。请热烈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们恭喜，来邀请龙岗村村民潘立生村长晋升第二名。我们恭喜，恭喜大家。上班的护扎旗，谢谢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温馨的致辞，爸爸都有押韵。干嘛学我了？哦，徐总来，把徐总按起来，来，注意了，来，连你哟，往这站，连好妈妈，耶。颁奖了吗？再次恭喜小苏张翠娇女士。接下来要揭晓表彰是洛南川模范母亲陈梦雨女士。